别简单的套头翻领的女士的毛衣，非常的简单。你看它的花纹看上去很复杂啊，但是它都是由正针和反针组成的，没有什么太难的啊。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们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啊，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你其实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我们现在和同学们一起来说它的编织方法。另外，大家已经了解，我设计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为了身高1.65米，体重88到95斤之间的亚洲标准女生的身形设计。但我们是普通人呀，普通人如果想织这件衣服，比如说我身高1.65米，但我体重是125斤，我想织这件衣服，我的针数以及厘米数要做怎样的调整呢？同学们认真看教程，我会详细为大家讲解。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来说毛线和工具啊，这款作品采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每一根毛线的直径是2.5毫米啊，里边如果你捻开的话，它是由4小股组成的。然后织针呢，我们用的是6号织针，整件衣服所有的毛线加起来用量一共是1斤3两，将近1斤4两的样子，你就能够完成它。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说它的每一个步骤啊。首先来说起针，我们是从下摆，就是底边这儿啊起的针，然后环形向上织的，一共起了200针。那么这200针是用什么方法起的针呢？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很容易。为了让它有很好的弹性啊，我们上来直接就拿着针和线这样来操作啊，每绕一下就是一针。注意每个针套之间保持距离相等，尤其重要的是你拉长线的力度不能太大，就是为了让大家啊松松的啊，松紧适中的这样的状态，将长线套在左针上，这样你得到的每一个针套啊都是一个松紧适中的状态。而且你织第一行的时候呢会很容易啊，否则你要拉紧的话第一行就不好织了，理解了吗？好，那么按照这样的方式起针啊，我们一共起了多少？200针。好，这200针起好之后，我们将啊环形着啊，环形着这一圈200针环形向上织的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准备截图。我们织的是阿尔巴尼亚螺纹针，大家把图截下来就好了啊。好，那么我们在织这个花纹的时候，有的同学不太熟悉它啊，同学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我之前为大家录制过很多啊这种啊花纹的编织方法啊，是一针一针录的啊，大家那个都会看得明白啊。如果看到其他同学上传的啊，看其他同学的也都可以。好，我们这200针织阿尔巴尼亚螺纹针啊，环形向上，高度一共织多少呢？15厘米。注意这15厘米完成之后，我们的针数啊要做调整了啊，要做成调整的，也就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达到15厘米的时候啊，我们要将它在这一圈，也就是这一行的范围之内，从200针给它减至，我说的是均匀减至啊，我们给它均匀的减至120针，看到了吗？啊，当我们均匀的减至120针之后，将织这个花纹。那么这个花纹是怎样完成的呢？同学们准备截图。我们织的是莲花针。好，现在你发现了吧？这个花纹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在一针的基础上，我们给它加制3针，然后向上织几行，然后再3针并1针，理解了吗？并不复杂啊。好，这120针我们环形一直向上织。同学可能会说了，哎呀，这件衣服怎么才120针呀，是不是太瘦了？不用担心啊，你已经知道它是穿在身高1.65米、体重88到95斤之间的模特身上，你看穿着以后效果很好啊，对不对？它达到的胸围是68厘米，但是你别忘了它是针织的啊，
无论是手工织还是机器织，针织会有很好的弹性。好，120针，我们环形向上达到腋下这个高度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们向上环形织了20厘米。从哪算的呢？从开始织这个啊莲花针算起，向上环形啊，这120针我们织了20厘米之后呢，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啊，然后我们将给它分别的分片往返向上织啊，前后各分得了60针。你看120针啊，前后各分了60针。然后我们怎样？我们将前后的这60针分别的向上往返编织。注意，我们在往返编织的过程当中，在60针的左右两侧，我们要给它进行剪针，也就是你要剪腋下啊。那么腋下是怎样剪的呢？首先，我们在60针的这一边啊，给它一下子剪去5针。注意剪针的手法啊，同学们不能太使劲的拉紧线，松松的剪这5针啊。如果你这是拉紧的话，整个衣服的腋下就拥了很多针，显得硬不舒服。好，60针的左右各一次性剪去5针，你的后背片也是这样操作的啊。看，后背片也是这样操作的。剪完这5针之后，我们将迎来了舒缓的剪针啊，也就是隔一行剪一针，再剪5次呢，也是在这前后片的两侧这样的剪针手法，记住了吗？两侧都是这样的，包括后背片也是这样的剪针形式啊。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先完成的是哪儿啊？其实是我们的后背部分。前片只是作为后编织啊，它要拿前片做参考，理解了吗？啊，作为参照物的啊，也就是说整个的你的后背片的部分剪针的方式，看，用这个方式剪完之后，整个的后背片的60针我们就要这样剪了。剪完以后呢，最后呢，你剩下的针应该是40针啊，剩下的针我们保持原有花纹，继续往返向上编织，直到你的高度达到18厘米为止。这18厘米从哪儿算的呢？是从我们腋下第一次开始分开织剪针的位置啊，从这儿算的，然后向上的垂直高度18厘米。好，达到18厘米之后，我们将所有的针套就留在织针上啊，千万不要收针。我们将迎来了另外一侧的什么呀？啊，另外正面的那一侧的编织啊。同学们注意，为什么要先织后背片？首先它容易，第二它可以作为参照物啊。好，后背片达到18厘米之后，我们给它来到前片来继续往返编织啊。大家已经知道了它左右腋下的剪针方式啊，前后片是完全相同的，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剪完两个腋下之后的剩下的操作也基本上相似，也是把剩下的针往返向上直着织啊，按照原有花纹，但是它没有织到18厘米这么高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剪领口的，你看领子这个位置啊，我们要做剪针的啊。那么向上织多高再剪针呢？4厘米。看，从哪开始算的？从我们腋下第一次剪针，也就是将腋下分成前后片分别向上织的这个位置啊，从这儿算起，向上垂直。当我们织到4厘米的高度之后，就要给它剪领口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将你的整个前片分成左右前片分别向上织，一边分别向上织，我们将在领口位置啊，在这个位置，首先隔一行剪一针，我们要剪2次，就这领口啊，这个地方啊，剪完这2次之后，我们要每4行剪一针，一共剪8次，理解吗？啊，每四行就是只在这面剪针，反面不剪，然后正面又不剪，啊，然后啊，我给同学们再重新说一下啊，我们从这个位置算起，你从这儿织到这儿，好了。织到这儿之后，你第一次剪针啊，我说的是隔一行剪一，隔四每4行剪一针啊。我开始说了，从这儿织到这儿，到这儿开始剪，然后反面织过来不剪，再到正面织过来又不剪，又到反面又没剪，再到正面，从这头织到这儿之后，这是第2次剪针。
同学们理解了吗？啊，可以把我的手指来看啊。第一行，注意啊，第一行我们在这儿，从这儿织到这儿，这儿减针了啊，记住了吗？然后第二行反面，看到了吗？然后又到正面，没减针啊，注意没减，又到反面没减，然后再到正面，周而复始，回过来其实就相当于这根手指啊，从这儿织到这儿，在这儿又减针，这就是每四行减一次针，一共减八次的意思，理解了吗？当然之前这个好说啊，就是每两行减一针，减两次，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领口这位置啊不是很尖，让它一个圆润的效果啊。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在领子的这一侧减针，这面别减啊，这面是按照这边的所有的操作来，理解了吗？操作完之后，剪完之后就不剪了这一面，这面呢按照自己的规定来剪。剪完之后，看你的这一片上边的剩下的针是多少，数一下针数啊是多少。再然后呢，看一下你的高度是否达到了18厘米，也就是说是否和整个后背片一样高了。如果没有达到后背片的高度，我们将保持原有针数，继续往返向上编织，直到跟后背片的18厘米一样高为止。这时候我们需要停针啊，要怎样呢？把你前片剩下的针数和整个后背片取相同的针数啊，然后我们给它从内部松松的织缝，千万不要使劲拉紧长线。如果你这时候拉紧长线的话，你的肩膀会凿着了啊，整个肩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不要使劲拉扯右手长线，要确保你右针上的针套是一个很松的状态。好，这一侧是这样的操作，另外一侧跟它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看到了吗？啊，两侧都是一样，都是前后肩头松松的啊。织缝上，从内部啊，织缝好之后，我们将从整个领口的位置挑针来织什么？织我们这个、啊、圆润的翻领，哈哈。那么一共要挑多少针呢？120针。注意，一定要注意啊！由于它是一个类似于微型的领口，所以我们挑针的时候，同学们要小心啊，确保这两边挑的针数一定要对称、相等。理解了吗？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使得整个领边的效果啊翻过来是一个啊非常对称的状态。有同学之前学习织毛衣的时候没有掌握这个要点啊，这边挑的针比这边少，结果你看织出来的衣服啊这边斜着，然后这头呢不够，整个领子是螺旋状的，这种情况出现过啊，所以同学们不要大意。好，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它的两侧的位置啊，包括这位置要挑出所有针，涵盖你后脖子剩下的针数啊，所有针数加起来看是否达到120针，如果不到给它增加至120针，如果超过了减至120针，理解了吗？包括你减的时候啊也要左右对称的啊，也就是你剩下的针数也要确保是两边一样啊。这时候我们将给它环形的织这个阿尔巴尼亚的螺纹针啊，这个花纹同学们已经熟悉了，整个底边你已经完成它了，对不对？提示一下啊，这款边上呢一共是3针正针，这是什么呢？这是片状编织的时候，理解了吗？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啊，这边上这一针编针给它去掉，它是两正针，然后一反针，然后一针阿尔巴尼亚螺纹针啊，又一针反针，两正一反，一针阿尔巴尼亚，一针反，等等啊，按照这个顺序来。好，我们环形向上，将整个的120针的这个领边一定要翻着织啊，看。看到了吗？啊，翻过来以后才是正面的花纹。有同学说，哎呀，这位置我处理不好。其实很简单，当你把120针固定好之后，我们都是从这头往这头织的，对吗？啊，从右向左织的。如果你不是左撇子的话啊，我们从这个往这个方向这么织的。但是你如果想让花纹在哪儿啊，在外侧是翻过来以后呈现，那么你就反过来。从这头开始织第一针，然后这面呢是做正面花纹来的，明白了吗？啊，有长线，系上长线以后往相反的方向织，理解了吗？啊，就给它翻过来，从内侧开始织正面，就不会形成里外面不一样的效果了啊。好，120针，我们环形向上，一共给它织6厘米高，最后为了保持和边沿的
边沿和花纹它更完美一点，所以我们采用的是收平边的形式啊，给它收的边。当然你也可以采用机器边，但是略有点乱啊，因为机器边是正针收反，反针收正嘛。但是它这个呢又有正针反针，但是也有这个阿尔巴尼亚螺纹针，所以还有两针正针相连接着的，所以我们在收的时候就统一的给它收成了平边啊，不要使劲拉扯长线啊，否则你翻不过来，理解了吗？边沿的弹性不够啊。我们松松的将这位置的边儿收好之后，整件毛衣的背心部分也就完成了。那么有同学说了，哎呀，还没有给我们讲，如果我125斤的话，想织这件衣服我的尺寸要怎样控制。刚刚我小说了一下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胸围一共120针，对不对？我刚才量了一下啊，60多厘米的胸围。一会儿我会帮大家把衣服的胸围确定好，也就是说我要125斤，我这件衣服的话我要多少针啊，在胸部的位置要怎样来计算针数啊。等到将整体的流程讲完，我会为大家详细讲解啊。好，我们现在进入袖子。整个袖子的部分呢也非常的容易啊，你看它也是从袖口位置起的针，总针数袖子我们一共起了40针啊，这一圈一共一圈40针啊，这一圈40针我们同样织的是阿尔巴尼亚螺纹针，高度织了5厘米高，环形织啊。当我们达到5厘米之后，我们将迎来了真正的花纹的编织啊。整体的花纹部分我们需要给它环形着，将这40针向上按花纹走啊，按花纹来织。织的过程当中注意看这个位置啊，从这儿到腋下的位置我们叫袖腋处，这个位置呢是加针的地方，因为我们袖子袖口基本上是略瘦，到这儿呢会增加，对不对？那么按照怎样的规律加的针呢？我们需要每12行加一次针，一共加4次，你的总针数增加了8针才对，理解了吗？好，按照这样的方式加针，如果你喜欢片状编织的话也没问题，也就是说你将40针是往返往返往返向上织的啊，但是你加针的时候将在片状的起始针的位置两边加针，理解了吗？好，一共加了4次，总针数增加了8针，当你到这儿的时候你已经48针了啊。好，那么长度我们织多少呢？37厘米。从哪开始算？从开始织这个莲花针到腋下这个位置啊，一共织了37厘米。然后呢，然后我们将在整个这条线对应的这个位置啊，袖腋处进行减针了。怎样减？首先在袖腋处，也就是你之前加针的这个位置的左右两侧各减5针，连前在后各减5针。当然如果你要是片状编织的话，你要在你的整个织片的左右两侧各减5针，理解了吧？然后呢我们将迎来了织马蹄的部分，马蹄就是这一部分啊，你看它斜着扣在这儿，对不对？整个马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剩下的针数的左右两侧啊，我们要在这左右两侧按照这个规律来减针，每2行减一次针，一共减12次，这两边啊这样减的，每2行减一针，每2行减一针，就是隔一行减一针啊，一共减12次。剪完这12次之后，我们将剩下的针松松的平收啊，不要太使劲拉扯。松松的平收之后，如果你片状编织的话，同学们在这儿啊，一定要把领子给缝合上。注意啊，大问题来了，有些同学织片状领子的袖子的时候啊，这根织针呢就特别紧，或者用手缝针啊，缝的线就特别紧，生怕会开线，其实不会的，毛线很结实的啊。拉得特别紧的话，整个袖子它是这样的状态，弯弯的啊，影响你整个袖子弹性啊。所以同学们在缝的时候，第一点，不要跳跃着缝啊。你每次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让你的什么呀，每一个针套都参与了缝合。但是每个针套都参与缝合，就是为了让它很紧密，对不对啊？另外呢，你看我们从内部缝合的话啊，第一是为了让它很紧密，那第二呢就是为了让它可以不使劲拉扯长线，明白了吗？好，我们现在找一个位置啊，给它缝合一下，把这两个袖子的部分
啊，把这两个部分缝在一起吧。我们给大家就是稍稍操作一下啊，怎样缝合呢？你看，我们找到它旁边这儿啊，有两个，你看我给它探进去啊，有两根这样的小线线，看到了吗？我一会儿呢，必须都按照这一行啊往上这么着缝合啊。你看，这边是这样的啊，我找一个对应好缝的地方，看，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啊。也在这一行我们找到这两根小的线线，看到了吗？啊，也是找到这两根小的线线啊，然后总按照这样的规律我们再往上缝合啊。同学们看，这是袖子这部分的两根，你看，一定要记住别使劲拉扯长线。为什么？如果你拉得太紧的话，就又违背了我们当初的初衷了啊。你看，总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这样来缝合。最初的时候大家可以不用在意啊，因为一会儿的时候我们把线给它调整好，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对称的啊，一个非常整齐的状态了。你看，每次进针都是从这一行的范围之内走，你看我缝了几针只是，但是你看，由于它缝的非常的密，看，由于缝的非常的密啊，所以你的长线没有必要给它拉的特别紧。你看，我现在把这两部分给它连接在一起了，你看这儿和这儿啊，实际上给它拉开的话，你看里边是这样的，乱乱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由于每一针都这样认真的缝了，所以你看两部分连接的特别特别的巧妙，这儿和这儿，看到了吗？啊，同学们缝的时候啊，就稍微的认真一点啊，没有必要使劲拉紧线，更不可以将两个什么呀，两个针套之间的距离扯得太远。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密一点缝啊，不要相距太远。好，两个袖子都缝合完了之后，这件衣服就完成了。那么跟之前大家说过的啊，如果我们要按照不同的身形来织这件衣服，针数要怎样来控制呢？首先我们这位置啊，刚刚给大家小量了一下，它一共是多少呀？胸围啊，我们看啊，一共是34×2=68厘米的胸围，但是针数才多少啊？才120厘米，对不对？我们现在打开计算器，看，也就是说总的针数呢，我们才120针，对不对？总的针数啊，那么它的厘米是多少啊？68厘米，我们拿120直接除一下，68，好了，看到了吗？得出了一个数字1.76，这1.76小数点后边不用多看啊，看两位就可以。1.76就是在告诉你，每1.76针刚好等于1厘米宽，同学们理解了吗？好，那么我们把1.76这个数字记住，然后呢，然后如果你跟我相同的针和线，并且织的是这个花纹的话，直接要找你自己要织这件衣服的胸围是多少。有同学说我不知道我多少胸围，我在量我自己，我还得做出预算来，然后里边再套一件那个其他的打底。不用那样算啊，那样就太复杂了，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找你这种针织类的衣服，无论是机器织的啊还是手工织的都可以啊，找你穿着最好看最合身的那件衣服，你去量你自己的衣服，不要量人。量了自己衣服之后，你看它是多少厘米，也就是那件衣服的胸围就是你要织的，对不对？但你不知道多少针啊，我告诉你多少针，直接拿1.76乘以你量好的那个衣服的胸围，假设你量好多少，95厘米，好了，乘完之后看167，这167是什么？就是你的95厘米胸围对应的针数。但是别忘了，我们还要做小的微调。同学们看啊，每一个花纹都是有单元花的。什么叫单元花呀？就是你看啊，我们怎样，我们数出来它的一个固定的针数之后，你会发现
所有的花纹都是固定针数之后的复制粘贴，粘贴粘贴粘贴，对不对？好，以此为例啊，实际上这件衣服的这个主要花纹，我们的单元花是哪儿呢？你看它从这儿开始到这儿结束，没包括这一个，这一个又是证明它的开始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直接来数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哈哈，刚好十二针是一个完整花纹，看见了吗？啊，十二针是一个完整花纹，167，我们算一下啊，167除以十二，如果能够整除的话，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数字。没有除干净怎么办？直接拿十二乘一下14。168，也就是说你把167针给它增加一针，变成168针，就刚好符合我们的单元花纹，并且只比你自己需要的标准的胸围才相差一针，哈哈，是不是非常巧妙？好，就用这个方法啊，也就是说你完全也可以起跟教程相同的针数，但是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你减针的时候将总针数给它原款减至120针，你要给它减至168针，记住了吗？啊，减至168针啊，假设你胸围要至95厘米的话，其他同学都是用这方法算，有的同学说我是96啊，比它多了一厘米，好，直接拿96乘以刚才我们那个数字1.76，记住了吗？好，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已经掌握了胸围这个位置啊，这儿起了200针呢啊，基本上你140斤之内这个位置啊都可以。当然，如果你要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给它熨烫开，你可以形成一个什么效果？同学们仔细看啊，是一个裙式的效果啊，可以这样熨烫开的啊，它有很好的弹性，看到了吗？啊，两种方法都可以的啊。好，那么长度呢？从底边这个位置。腋下到我要织的这花纹的位置加起来的总长度我要织多少呢？有同学这块纠结了啊，不用纠结，再次找到你自己穿着特别合身特别漂亮的那件衣服啊，看看你的衣服从起针位置到腋下的位置是多高，你就织多高，很巧妙，对不对？好，然后呢就会迎来一个头疼的环节，哪儿啊？前后片分针啊，168针，拿刚才95胸围的那个例子来举啊，168针直接除以2就好了。同学们分针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定要让左右的花纹是一个对称状态啊，别直接摁着就数字对了然后没看花纹，不行的啊，因为你168针一定是一个偶数的花纹，也就是说只要你稍加认真的分，它一定啊是一个对称状态，理解了吗？好，然后呢对称状态我们腋下迎来减针，跟原款一样，然后呢也是啊这个位置的高度也是织四厘米，跟原款都一样啊，唯独不同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这腋下到肩膀的高度啊，如果你的体重超过110斤，那么从腋下到肩头这超过105吧，腋下到肩头的高度直线距离原款18，你就要织19，理解了吗？啊，你体重超过115斤的话，从这儿到肩头的话，你就要织20，直线的高度啊，你要超过130斤的话，你就要织21，理解了吗？以此类推啊，好。这个位置完成之后，整个领子的部分啊，全跟教程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有些同学说了，那我从这儿到这儿我都知道21了，那我这个领子这个高度啊，也是像教程一样织四厘米我就开始吗？看情况，哈哈。如果你对自己的脖子很自信啊，觉得自己脖子很长，那么你就可以往上多织几厘米，你织你织这个原款织了四厘米，你可以织到六厘米，再开始剪领口。理解了吗？啊，当然，如果啊，你觉着自己的脖子啊要更显长一点为好，就跟教程完全一样，这样领口开的会比较早一点，会显得整个脖颈更加的修长，理解了吧？好，那么其他位置都是跟教程一样的啊，就迎来了袖子了。有同学说，又不行，我们的从腋下到肩头的高度增加了，那我袖子还起原来针数，能行吗？当然行了，我们有的是方法啊，来将袖子和正身完全吻合的贴在一起。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起针的时候啊，可以怎样啊，按原款起，但是我们加针的频率给它增快，怎样增快呢？原款一共才加了4次针，对不对啊？你可以隔的行数少一点，
原款应该是隔了每十二行加一次针吧，一共加了四次，增加了八针。那么你可以怎样啊？每十行加一次针，甚至是每八行加一次针，理解了吗？这样你的袖子会缓缓的啊变粗了啊，并且如果你的身高在1.65米的范围之内的话啊，袖口到腋下的这个直线距离，同学们控制在44厘米就很好了。如果你超过1.67米，从袖口到腋下，你可以增加2厘米，但是其他同学不要随意增加啊。好，然后呢，就迎来了腋下的减针。起初跟教程一样，之后呢也跟教程差不多，也是隔一行减一针。原款减了12次，个子高的同学啊，腋下到袖口原款你们增加了的这些同学，知道21或者是22啊，甚至20的同学啊，直线距离我说的是，这些同学你要隔一行减一针的次数要比教程要原款要多。原款减12次，你可以减14甚至是15次，明白了吗？啊，为的就是增长了整个的马蹄的边沿的周长，它边沿周长增加了，你原来这个位置也增加了，两个刚好吻合在一起。当然还有好的小的窍门啊，我们一边编织，假如你知道这儿吧，一边编织一边和正身的袖龙口相比对啊，当你比对到哎正合适的时候收针，然后给它直接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就这么容易，哈哈，这块就可以按照你的身形来编织了。好，如果同学们喜爱编织啊，觉得这个教程对你有帮助，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